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司机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点尾的小 bug 啊，这个 bug 呢实战中作用不大，但是你如果说知道的话，会让你避免实战中出现尴尬啊。来，咱们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咱们先把这个小萝莉啊引过来啊，引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，咱们要对它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好，它一般站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啊。给大家讲解一下机制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点尾的大招的话一般是不会击退自己的，像这样，除非说你贴的它很紧啊，然后才会把自己击退，但击退的距离呢也不会很远，但如果说你卡这个 bug 的话就卡的比较远了啊。来给他试一下，你看直接把自己卡到墙的另一边了啊。是不是很恐怖，对吧？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买什么装备啊？咱们卡 bug 不需要装备。这怎么卡不出来了？有点尴尬啊。其实正常的话你可以卡的距离比我还要远啊，我是刚试了一下，但是我的技术不太好，就是卡的还是不太熟练啊，所以说卡不出我想要的效果。正常的话是距离要比这个远的。那么下一个呢，就是给大家换一个位置啊，那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说卡的会更远一点。来来来，咱们再把它引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哇，好疼哦，打得好准哦。来来来，跟叔叔来。哎呀，还每次都能打中，这个就厉害了啊！看我的蛇皮走位啊，蛇皮走位有什么用呢？还是被打中了。对，就这个位置啊，让他站到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这得卡的。他正好站在这个位置啊，差不多。来给他试一下，看看怎么样啊？这个你一定要站准位置，不然卡。卡不了啊，这个位置还是卡的有点近啊。正常的话，对，这个就卡的比较远了啊。其实正常的话还要远一点，会卡到这个位置啊，但是我最多只能卡到这里了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下，应该卡的会比我远啊。就是说这个你们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，一般就在这个位置就能卡出来了。你看又卡不出来了，好尴尬。不过刚才成功了啊。又卡到这里来了。好了，那就不给大家试了，反正你们知道我刚才卡到这里来了就行了。反正我目前来说这是我卡的最远的距离啊，你们要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啊。应该反正一般只要在有墙的地方让他们互相反弹，一般距离都会能卡出来。具体最远能卡多远的话你们可以去试一下，如果说你们卡的距离特别远，可以把那视频录下来然后发给我，我会给你们奖励的啊。本期视频呢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就是说最后最重要的一点还是，就是说你们如果说有好的素材的话可以给老司机投稿啊，投稿邮箱啊，不投稿 QQ 版啊，希望大家加上我，不要闲聊，因为消息太多了我可能回复不过来，你们直接把素材发给我就行了，我都会看的啊，采纳之后就会给你们奖励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差不多要结束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